好听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Rain。韩国巨星 RAM 12号晚间现身精品品牌开幕活动，一登场就秀中文，引起阵阵尖叫。身穿灰色开襟外套，RAM秀出胸肌线条，好身材让闪光灯闪不停，店面旁人行道挤得满满粉丝，高举手机不停抢拍。RAM也展现亲民的一面，签名、挥手、打招呼，样样来。久违再度来台，引起追星热潮。而先前同样来台、人气超高的，还有演出《泪之女王》的南韩女星金智媛。金智媛一现身，尖叫声满满。六月时出席精品记者会，吸引大批粉丝到场朝圣，更一度导致附近交通大瘫痪。忠孝东路附近一带挤得水泄不通，人潮几乎满到马路上。瞄准超高人气，精品纷纷邀请韩星站台，就盼带来人潮的同时，也能炒热买气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